这个戏啊，构思好，剧本好，尤其是你们演得好，我是有信心的。这部戏上映之后，会成为一个经典。导演，啊，我敬你，谢谢您在拍这部戏的时候一直这么包容我和教导我。我人生第一部戏就碰到了你，是我的福气。你真不应该谢我，你最应该谢的人。 应该是廷州。说实话，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选你，但是廷州看到了你身上的闪光点，坚持要你做这部戏的女一号。果然，廷州的眼光没错。要不是他，我真的是差点错过了一个好苗子。<笑>郭老师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选择了我，还给了我这么多帮助。别这么说，只要你记得，未来只要还做演员一日，就要对得起这个职业，对得起你自己的心。我记住了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出不了戏吗？ 明威，我们要去唱 K， 你也一起去好不好？哦，一起来吧。那个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啊，那好可惜啊。哎，那咱们一起合个影吧。对呀，可以啊，还没跟你一起合影呢。来，耶！哎，电梯来了。 哎，莫老师，你也一起上来吧。要不你们先上吧。那我先上。好像挤不上两个人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你要急着上洗手间吗？
哦，对啊，刚才吃太多了，肚子有点不舒服，要不然我先上去，一会儿你来找我啊。啊，哎，上上上，穆老师，拜拜。穆老师，哎，明威，穆老师，你说。杀青了，就要说再见了。